这些个全是闲科衙上没事看的，万岁爷要看这干嘛呀？万岁爷没说要看什么书，只是最近老睡不好，我给出主意，到你这儿来拿点逗乐子的书看看。公公，万岁爷可是身体不舒服？没有啊，就是不痛快。我看施大人，干脆你给万岁爷测个字，看他老人家今年的流年怎么样？哎，万岁爷乃是天之子地之王，哪有什么流年可言呢、啊？年年都是大吉大利、啊。倒是公公你啊，可能又要红鸾心动了、啊。施大人，你别老拿咱家穷开心了，咱家要回宫了，咱家去告辞了。公公好走，公公好走。贾师爷，你在看什么啊你？大人，您没老实说吧？啊？我哥该老实说什么？嗨，我跟你哥这么些年了，他眼睛眨巴一下，我就知道他想搞什么把戏。哈哈，愿闻其详。我问你，是不是万岁爷会有什么事儿？不是，我是说，是不是有什么小事儿？是不是？真的吗？我到立下搞哦，我眼睛一眨就看得出万岁爷会有什么事。啊，你哪下搞？你同去讲相咩嘞？什么呀？那要不刚才秦公公问你的时候，你干嘛那眼睛眨巴眨巴的，眉毛跳来跳去的，肯定有问题。万岁爷会不会出什么事儿？万岁爷上承天命，下理万物。万一出了什么事，那还得了？不过是一些那个新妃子啊，生个皇儿啊之类的小喜事了。啊，是这些？我当还什么事儿呢？那没事，不到前头忙去。真是。肯定睡过安宁了。天气这么湿冷，上哪儿去呢？朕随意走走，南宫才跟着就是了吧。你别来吵，朕心烦，要想些事情。这儿，我哪敢吵啊，我最安静了。你不过是个杀猪的女儿吗？少年我看上你是你的造化，你还装什么贞洁烈妇呢？来来，要什么开心啊，有你的好处。不要过来，你们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别喊别喊。
少爷，我这不是来放开你了吗？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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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下的事，没有我管不了的。好，我让你去管棺材，给我打！你怎么了？这剑有问题，快走！跑不了的，这是本少爷猎野猪的吹剑，有料。就把他们当野猪追！糟了，这雨下来不得了！快，快把万岁爷的雨具拿过来，咱们接下去。是。是。你还好吧？姑娘，你别管我，走。我怎么能丢下你呢？有船，我们快走。掉到湖里面去，他讨不了便宜的。说得好，走。万岁爷，你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可把奴才给急死了。是不是？我帮你拔针。你还好吧？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公子，你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，您做梦了是不是？哎，我就知道今晚这场雷雨一定搅得您睡不好。大人，这不像梦吗？朕，该说是朕想起了几年前的事。几年前？是朕东巡回来的那一年。啊。奴才记起来了，万岁爷是说保定行宫外面遇上的那事儿。哎呀，那回可把奴才给害惨了，奴才以为万岁爷不见了，没天没地的找，把行宫外面方圆百里地全翻过来了，足足找了四天才在堰水湖的鹿岛上找着您的。鹿岛？后来奴才知道那地方是人放养野鹿的小岛。就是鹿岛，朕在那个岛上住了好几天了吧？那万岁爷有四天，奴才第五天才找着您的。哎呀，那五天可是奴才这辈子最长最难熬的五天了。
吃一点。一定是一条大鱼。哎。那个烂鞋子。哇！看你往哪跑！万岁爷，万公子，万公子，他们是你的家人。是我家的人，找到了就好。找到了就好。奴才叩见万公子，可让奴才找得好苦啊！好了吧，都起来吧。谢公子。这是什么样的人家啊？万岁爷不放心侍卫们办事，还特别吩咐奴才亲自送那位姑娘回去呢。要不是朕离开了好些天，怕皇额娘悬念，朕会亲自送她回去。你可还记得他说了些什么？到这里就可以了，谢谢。这里就到府上了吗？走过去几步路就是了，不劳相送。你请回吧。姑娘请留步，这是我家公子的一点心意，姑娘请收下。谢谢他救了我，不管为他做了什么，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他不欠我什么呢？姑娘，您误会了，这不是报仇，这只是……官爷，你请回吧。姑娘，难道你不想知道我们家公子是什么人吗？看你们的排场，应该是大富大贵之人。知道了，也只是徒增伤感而已。对不起。这是多久以前的事？有九年了吧。万岁爷，奴才一直想问，那几天万岁爷是不是一直待在那小岛上？应该是吧。朕记得好像住在一个猎人搭建的临时木屋里，不过有些事儿朕也记不清。咱们回京以后，万岁爷要奴才回去赏赐那位姑娘，奴才找了又找，都没他消息，只听人说那位姑娘已经嫁人了。王家那个坏东西啊，来了几趟，看不到你呢就摔东西。刚刚又来闹事儿，你看看，把他弄乱七八糟。爹呢，可真怕了他了。你这几天都上哪了？我，你说你到底上哪了？就是那天，我遇到了王大，为了躲他，我就跑到山里头去，结果我就迷了路了。迷路？
你一个人在山上待了那么多天？那山里有个尼姑庵，那儿的师傅收留了我。当时我身子好虚，他们就要我多待了几天。尼姑庵？哎，我看你跟林公子啊，还是早点成亲的好。爹，那门婚事？我知道，林少爷他娘啊，对这门婚事一直都不大满意。他们家是开大酒楼的，瞧不起咱们家杀猪的。哎，可是管他呢，只要林公子啊中了你，就当你有福气。王家那个坏东西呢，老是找你麻烦。哎，这样下去呢，也不是办法，迟早会出问题。我看你还是早点嫁过去的好。爹，我想。不要想了，你看看咱们家，只要你一天不出嫁呢，王家那个坏东西呢就一天不死心。要是你真的被他欺负了，爹怎么跟林家少爷交代？爹，这就去林家，叫他们选日子。有庆啊，药喝了没有啊？娘，喝了喝了。啊，娘。爹那个日子选了没？好了，那从没看你这么高兴过。你可不要到时候有了老婆就忘了娘了。哎呦，有了老婆才会记得娘。嘴上说的好听。哦，对了，娘，哎，这是孩儿刚才又开的药方，娘让大毛再去拿几帖回来吧。不是才刚抓过药吗？这是提神呢，孩儿想拜堂那天精神点，给二少一点好印象。干嘛呀？他爹是个杀猪的，我们林家愿意娶他，他还有什么好埋怨的？什么好印象？应该他给我们家好印象才是啊。吃坏肚子了吧？请我爹过来一下好吗？啊哈。爹，女儿不想嫁了。哎，二双，
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花嫁已经在门口，现在你说不想嫁，这算什么？你家爹怎么跟你家说起来？不要说了。可是爹，我说至少让女儿先跟年少爷说几句话行吗？那怎么成啊，哪有新娘子还没过门就跟新郎官见面的？不行不行。好了，别闹笑话了，媳妇刚妈弄好。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来，我们坐下吧，别让新郎官等太久。你现在觉得好一点吗？好，你伤还没有好，你先不要起来。你是谁啊？是什么地方？你不记得？不记得？昨晚，昨晚，昨晚什么？没什么，不记得也好。你受伤是为了救我，那个人救了我，我舍身回报，并不后悔。可是林少爷知道了，他会怎么想呢？不能欺骗他。吃东西，我听人家说，为了在路上安稳，所以新娘上花轿之前是不许吃东西，你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去拿些东西来给你吃啊。不要，我不饿，我只是……生病了。我只是把把脉，这个东西我还懂一点，来，手给我吧。
是不是用了身孕？今天以前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已经有了身孕，否则我……对不起，是我失德。你可以休了我，我是根本不认这门亲事，我绝无怨言。你是被迫跟我成亲的吗？还是有人在等你？没有。真的？既然这样，那这就是我的孩子。那大夫说，像我这样的身子不容易有后，看来他说错了。喝杯，交杯酒。有气。娘，这是什么？药啊。我知道这是药，这是给你媳妇儿的，是不是？我问你，她得的什么病啊？打从过门起就病得一天都没下来。我这个做婆婆的，没吃过她做的一顿饭不说，还要你这个做丈夫的来伺候她，这像话吗？奥松他人有点不舒服。胡说，什么不舒服啊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那叫害喜，而且还害得厉害，你说是不是？我问过喜婆了，说她过门那天就不对了。你老实告诉我，那是谁的孩子？奥松是我的媳妇，她怀的当然是我的孩子。你傻了？来来来，你们才刚成亲多久啊，就有了孩子？再说大夫不是说你，哎呀，你让人给戴了绿帽子了，你还这样子替他遮掩，你呀、啊，娘，我像个白痴吗？不是我的孩子，我干嘛要认？你这样到处乱问。奥双他以后还要不要做人？我的孩子以后怎么跟人相处？女人害喜很难受，你知道你自己生过。你慢着，大老爷，今天酒菜还满意吧？啊，改天再来跟我喝过，好不好？我们花钱喝酒啊！好走，好走，好走，慢走，慢走。子双，今天生意还不错。老头子，哎，老头子，婶婶你好。我跟你说的果然是没错。我们那个笨儿子，真让那个女人给迷傻了。他居然跟我发起脾气来了。哎，他可大声着，你说说看，有气什么时候跟我发过脾气啊？这……哦，那么先是嫌媳妇，现在又说儿子。儿子犯傻呀！他一说，说奥双怀的孩子是他的。你干嘛呀？你刚才说奥双怀孕了？这可不是。有气那个笨小子，他还当真呢。这么说，我们林家有后了。我要去看看，我要去看看。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婶婶，婶婶，你的意思，好像那孩子不是有气的？哎，就是嘛，才成亲就有喜，这话说给谁去，谁都不信啊。存心欺负我们有气好说话，这太不像话了。想这么多，有庆的身体你是知道的，许多大夫都说不可能有后，现在媳妇儿怀孕了，有庆那么高兴，说不定他们真的是在门过门就偷偷的相好了，你想想。
要是有幸真的没有好，难道让我们去投靠有福吗？那孩子心眼多，靠不住，就算是老天爷可怜我们林家，让我们不断香烟呢。孩子吗？胡说，谁说过这个？有庆都是他的，那还错得了吗？不会呀、啊，大夫都说有庆不可能有后的，怎么可能？龙儿，哎呀，趁着今天天气好，咱们待会儿下午去钓鱼去啊！你看看，你又在那边乱画画。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。万石奔云，惊涛裂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谁教你的？你呀、啊，你昨天念过的。我念过，你就记得了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哎呀，我的好龙儿，我的好龙儿！哎呀，哎呀，我这么聪明绝顶的好儿子！好爹。哎呀。今天起，爹得把全部时间都放在身上，爹要好好的栽培你。这辈子爹做不到的事情，一定能够替爹来完成。什么事啊？爹希望这辈子能够读尽天下的好书，要是能够有余钱，就办件书院，让全天下喜欢读书的孩子都能读到好书。那有什么难的？等我以后长大了。我要开十家酒楼，每家酒楼赚的钱我都给他开一家书院，这样子就有十家书院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龙儿，太好了。哎呦，来来，吃饭了。哎，王叔，王叔，你看看，咱们那么聪明的孩子，竟然能够把钱放在眼里，我实在……吃饭，爷爷奶奶在等你哦。啊，快点。去，你要出去啊？我答应龙儿，他备好亲家文，我就买糖葫芦给他吃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哪卖糖葫芦啊？答应他了，千金庙口应该还有，我去看看。哎，有气，你会把他给宠坏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哎，你，哎，那你等等，你等等。外头天气凉，你这个人小心一点啊，多加件衣服。甭担心了。路上小心哦。
清楚。早点回来啊。只有听天命的、啊、对，派个人跟我回去拿个药吧。大妈，对，跟大夫去拿个药。好，大夫，大夫您慢点。母亲，你多休息啊，等身子好了再说呀。对不起。爹娘，恕孩儿不孝，让你们担心了这么多年。傻孩子，你说这个干嘛呀？从今天起，敖霜和吴儿会好好孝顺你们的。吴儿，你是爹唯一的孩子，也是你爷爷奶奶仅有的孙子。爷爷奶奶和你娘，你都要好好的照顾。有亲，你跟孩子说这个干什么呀？我说，龙儿，现在交给你了，你呀是个温柔又善良的好女人，不怕有人会欺负她。你要好好照顾你呀，要好好的孝顺她到老，让他吃苦受累。答应爹啊，龙儿们。陈泽，龙儿一定做到。快，老七，说陪着我，我好心满意足。我还要嫁给你，我还要走。母亲，爹，母亲，爹，龙儿以后再也不吃糖葫芦了。
在前面呢，这块地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吗？这里放心呐、啊，这城里张天师亲自看过的，是个上好的少龙抱柱风水好地，又生财又受官的，子孙富贵无穷啊！真的，老头，那我们赶紧走，早点做决定，有亲也好早入土为安呐、啊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快走吧。叔叔，啊是。有些话实在不知道当不当说，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有亲虽然走了，可是事情还是得弄清楚。我问过大夫，大夫说永清的药用得特别快，半个月的量不到十天就不够了。我一直在想，有亲身体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严重，大夫这么一说，我总算明白过来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侄儿认为一定是弟妹有意加重药量，有些事你才突然间胡说。有福啊，你可别乱说话，奥霜他不是这样的人啊。婶婶不要说了，有庆他懂药，他吃什么他心里头明白，他们夫妻两个感情那么好，奥霜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？话不是这么说，叔叔，奥霜出身差，当初嫁给有庆的时候说不定就没安好心眼，有庆现在不在了，你们俩又管不住他。奥霜好好的，我们为什么要管住他？林家的一切将来都是龙儿的，难道他不顾自己的儿子吗？真是荒唐。叔叔，照你这么说，你准备把所有家产留给龙儿了？你这说的什么傻话，不留给自己的孙子，难道留给外人呢？说的是，赶快走吧，就在前面呢。啊，你们看，就这个地方啊？没错，叔叔婶婶，你们站前点，才看那个风水宝地啊。无法有了爱不要